记者庄佩里台北报道，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·霍金日前辞世，享寿76岁，各界都相当震惊与不舍。神力女超人盖尔·加朵也在网上 PO 文悼念，其指安索霍金博士：“现在的你足以脱离一切身体的束缚 ，physical constraints， 你的才华与智慧将会被永远铭记。”却被洪文章在批评残疾人士，还因此引发论战，网友们怒斥 physical constraints 富有歧视意味，还有人发难盖尔的这段发言带有着健全主义 ableism 色彩，他不该标签霍金的身体残障。不过也有网友跳出替盖尔说话，表示我不认为霍金博士开心自己罹患肌萎缩厕所硬化症，他指霍金身体遭到是非常明显，对盖尔的抨击完全令人困惑。盖尔加朵发文悼念史蒂芬·霍金，却掀起网友论战。美联社：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·霍金日前逝世，享寿76岁。法新社：